雄的子不字母旋转派对带回来的哦。看看它这是溜滑梯，然后还有跷跷板，下面这个是荡秋千吗？叮叮叮，超可爱的哟！这是游戏组，那我们打开来看看吧。好，这是中塔乐园，它里面有附小熊维尼，这应该是布鲁托。这是我们额外购买的哦，这个是米妮、雪宝，还有猪猪。那我们要搭配一起来玩咯。那中塔乐园长这个样子，这是时钟的样子，最上面有测风向的，它可以动哦，可以转圈圈。然后再来这个平台，中塔上面的平台，我们可以放怎么这么上去。然后它这边有时钟，那你可以调时间，它只要到整点，继续转，往下往下，到整点，子母就会被弹下来咯。第二排这边这个平台放下来，然后子母要面向前面哦，然后这个压一下，它就会滚下来咯。好，再来是大树这个地方，然后有一个跷跷板，你把子母放进去，然后推推它，它就像荡秋千一样哦。子母的汤匙跷跷板，那我们就把公仔放上去，就可以开始玩荡跷跷板的游戏咯。我都要飞走吧，飞走我都要飞出去了。那这些子母，你有的子母都可以放进去一起玩哦。那我们开始玩吧。我在切它，三啊，来，这个啊。一二三，来看一下吧。这是我的。哎呀，都是这个。妹妹猜对，这个溜滑梯排队吗？哦，在哪边？妹妹，这些都要玩。三点到咯，哦，飞出来了，小知道吗？快，这样一只好了，一只吗？在排队，哦，好远哦，三，看人要不要先来，我们来看艾莎和艾莉尔谁比较胖呢？对，哎，好，放平哦。艾莎比较肥。还有谁要挑战艾莎？谁呀？谁呀？最大的，最大的。好，猪猪。他好像已经快要坐不下去了。猪猪呢？猪猪放下去喽。我想要玩这个耶。猪猪好像比较肥。对。来，那还有谁可以跟猪猪比呢？可不可以两个都是啊？两个双胞胎吗？双胞胎熊抱。哎，这样刚刚好一样哎。可好赞哦！来，妹妹。哦，小熊维尼下来了。妹妹，这下我成功着陆。哎呀，卡住了。我要玩这个。哎呀，滚下去了。哦，站起来了呢！你们快点，有人来排队啊！我要排队，我也要玩。溜滑梯还蛮好玩。溜滑梯现在已经大塞车了。塞车！哎呦！一家人，家人会爆炸。只有妈妈和就是 baby 好，不是这样子。喂，被卡住。我想要。那不行，两个人呢、哦？一双人。哦，小小象在爱上面了。但是最喜欢玩。来，快点来排队呀！这个没有玩。玩完，我也要玩。你
三个人才能玩八色的。要找到一个了，还要找到最后一个才能发射。三个了，三个了。三人发射。今天的中塔乐园怎么这么好玩吗？好玩。喜欢的人可以去找找看哦。好。最后跟大家。